大家请看，我们在拉重物的时候，不要用手这样使劲去拽，很容易划伤手。我们可以用这个道具给大家分享一个拉重物不勒手的一个好方法。我们就这样缠绕三圈，把这一个放到中间，然后把这个拉伸套入这个物体，我们整理一下拉紧。我们这样拽不勒手，